三澳门带你跃进高速三 G 时代。三澳门特约天气报告。Hello， 欢迎收睇由三红地域嘅天气报告。而家由我 Lydia 同大家讲下今日九月五号天先。今日多云，部分时间有阳光，早上有几阵骤雨，初时有薄雾，气温介乎摄氏24至32度，相对湿度58%至95%之间，吹微风。咁质量指数介乎19至38，质量水平属于良好嘅。预测听日质量指数啊。路边监测站及公务队最高是10至45，质量水平属于良好。一般性监测站是10至30，质量水平属于良好的。播报话听日天晴，睇到新闻图啊。而呢一度高压脊将影响半个天气。跟住睇未来天气先，预测听日天晴，部分时间多云，气温介乎摄氏26至32度，吹微至温和东至东南风。星期三同埋星期四都系天晴，部分时间多云，气温介乎摄氏26至32度。星期五多云，短暂时间有阳光，有几阵骤雨啦，气温介乎摄氏26至30度。跟住睇下中国各大城市天气啊。北京天晴19至30度，上海多云22至19度，台北间中天晴24至33度，厦门多云25至32度，而广州间中天晴15至33度。而在亚洲各大城市方面，东京多云23至31度，首尔天晴18至28度，马尼拉咧有雷暴25至33度，曼谷有雷暴23至33度，新加坡有雷暴25至32度，而雅加达间中有雨23至32度。跟住再睇欧美各大城市天气啊。好啦，今日天报道完，下次再见啦，拜拜。